是全世界最乖的婆婆。哦，好，我们是东南医院姐妹花。我是最可爱的刘璇。我是最可爱的燕兰。刘雄，开门！刘雄，开门！什么情况？反锁了！我去，燕兰，难找啊，男朋友啊，你男朋友？我未来的男朋友也在。我去找工具，先控制他们。这俩祖宗我能控制住吗？交给你啊！我以前我特别讨厌你，我还老给你使绊子，都是我不对。我现在想想，特别后悔。之前说过你什么坏话？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燕兰交给你了，照顾你先去吧。燕兰，别动，回去，你过来。哎，你把他先关了，听话。我不，你以为你霸道总裁啊？让我关我就关，我才不关呢。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好，我回答你，你说。你知错吗？你为什么干嘛？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不跟我道歉？我还是不是你的宝宝？你是我全世界。不，你对的话怎么说？你是全世界最乖的婆婆。酒精是让人失去理智啊！而且我也找过你啊！你还顶嘴！你知道我多喜欢你，你就是不会痛啊！讨厌我八蛋，我也。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是我独断专行。我的错行吗？你先把这个放下，听话。这世界很酷。